来了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对啊。想你了吗，老婆？老婆，你怎么好好回来了？想我呀？不是，在那边没啥事。现在不是那个新冠疫情吗？住院部都不给进人的。不给进人，那怎么办呢？陪护的不能陪吗？不能陪，陪护现在只有做手术的人会给你安排一个。那一个人不是很冷清吗？那也没有办法，特殊时期。那老爸现在什么情况？这个就那样啊，反正这个是要尝试治的嘛，对吧？我要花好多钱。要花钱你就要花钱啊，你碰到这种大毛病你肯定要花很多钱。没办法，家里那几个老的都还担心死。对啊，你家里所以我省省了，我老妈今天去住她朋友上海家了嘛，所以我今天就回来了。等过几天她要出院的时候我再过去一趟。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压力大得很啊。哎，钱的事你也别担心了，该花你就要花，对吧？那肯定的。我们就努力赚钱嘛，你也别太操心了。这几天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反正看也看不出来。就是得慢慢治，对吧？对啊，我反正也是只能从医生那边听到，人只能他下来我才看得到，你上面根本上不去。那你饭呢？晚饭吃了没有？晚上吃了一点，现在都吃不下了。现在天气又热，然后又这个事，根本吃不下的。你呀，瘦了好多了。还好吧，应该有晒黑了，这几天太热了。也是挺热的，那你赶紧去洗澡啊，流满头大汗了。那我去洗澡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公，你有没有要洗的衣服啊？没有，我老婆都给我洗了。那你赶紧去收拾一下吧。